接下来由柳州商专举办的观摩会分静态图片资料展览以及动态的活动。该校篮球运动的风气非常盛，男女子的篮球队在每年的大专篮球赛中都有很好的成绩。据校长蔡雅琴表示，女学生从看了本公司举办的国内四强女子篮球赛之后，篮球热潮几乎每一个班都组成了一个球队。这种篮球运动的热潮在中部是一种特许的现象。今天出席观摩的有中部各大专院校的区域人员100多人。